PDD 八卦版不是一项号召什么？是民主的版王版吗？怎么会今天呢、啊？开始在站特定立场这样搞？你就公开宣布你有特定立场了，那我们也就可以接受了。像我有特定立场，大家都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没什么好心，要体谅。你就随时改变颜色、改变立场，我们都可以体谅。不像我蔡正元啊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啊、哦，科批嘴巴说关怀，身体比赞，倒是挺老实的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这一篇呢、啊，在8月1号就上去了，我是8月3号、4号才上去的，啊、哦。这一篇写上去说，高雄817爆发生还不到24小时，全台湾都在关心这个事。然而，我们伟大的台北市长候选人们都在脸书发文表示关心，但到底是不是真的关心，就很难讲了、啊。某党至少公开要求某党，我也要表示抗议哦。某党是中国国民党啊、哦，啊，怎么可以称我们某党呢？哈、哦，这个人对我们不太尊重。至少公开要求高雄党部全面停止竞选活动，投入救灾。该党天龙国候选人今天导演自知要保持安静，在消遣连胜文了啊、哦，不像某人贴文先把台北市讲得好像什么屁应变能力都没有。哦，讲台北市，这谁讲？就柯文哲嘛，哦，然后拿这种事情来帮自己的政见撑腰，然后照样出席青年活动，照样装清流。在讲柯文哲，他两边都骂，就是一边消遣一边骂吧。哦，这，然后对啦，啊、哦，是也没有要你下去救灾啦，什么什么有没有？那好，那开始后面来了，啊、哦、啊，爆挂造假，什么视同严重闹反，退回水桶一年，有没有？那立刻这样干，哪里造假？都真的、啊，没有一句假的 啊，没有假的、啊，人家说的真啊。恶意扭曲的抹黑啊，铺天盖地的动员，不断的转贴，哦，偏颇不公的处置，我们怀疑这网络已经沦为绿营操作的平台 ，PDD 八卦版。然后再由我所知道的是，《苹果日报》即时新闻就马上拷贝，哎，他抹黑人家。这个版还倒过来说我在抹黑柯文哲，拜托、啊，《苹果日报》的即时新闻，你不要永克永了这么厉害，好不好？是、啊，我是三立新闻陈乃瑜啊，你不要肉说我嘞，我是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好，那如果发言不合你意的话，会不会你就是要肉说网友啊？发言，一言堂还是民主？我的版面是有立场的，我跟你讲得很清楚，我不是那种宣称是公正的版面，我是有立场的，好。但是如果有网友恶意来辱骂我，我当然要找出他是谁。我们就是认识一下，我要对这个事情上。好，你说好绿营网军很行，那伤害网络，你说他们的言论只有在网络上言论，不是？你没听懂的话 ，PTT 八卦版自称是中立的，没有色彩的，谁都可以贴的，哦，谁都可以贴的。如果你这样讲的话，你就要尊重这样的价值嘛。对，不可以别人举出有证据就把它删掉嘛，这是伤害网络民主嘛。但是如果你 PD 王子说我就是有科的，那我没话讲。我是有民进党的，我也没话讲。比如说他讲说 PTT 民进党八卦版 ，OK， 我会接受 PTT 有科这个八卦版，我也可以接受。但他以前一路走来，我知道 PD 八卦版一向是讲网络民主啦、啊、网络中立啦、啊，谁都可以欢迎啦、啊。那只有恶意造假的才会被删除，会被放入水桶。可人家讲的是事实，真的并没有假的啊，他反而把人家删掉。换句话说，任何批评柯文哲的一概删除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那我就告诉你说，我们强烈的怀疑是柯文哲阵营操作的。那如果我要把其他的一个人批评说你怎么会漏说别人呢，也不好。但是如果选情很激烈有必要的话，我们可能也会这么做。那叫你的摄影师啊出来骂我无耻政客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做你才是无耻政客啊，这个。所以啊，大家互相约束，互相造成一个比较好的社会气氛跟社会文化，这才是比较正确的方向。抱怨的话，这样子也要被你写到脸书上来。我脸书是我个人的嘛。对啊，可是我们私下抱怨，私下抱怨，你是公众人物，假设我不是不是，媒体本身呢也是要接受公平的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能，因为你这样讲，我可以接受你公平啊，我整天被骂，我就很习惯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刚刚说连胜文，希望柯文哲碰到事情要面对，不要找旁边的人来护卫，那连胜文这样的人。不是，找发言人回答是代表他，哦，然后请问他摄影师是他的发言人吗？
请问那个摄影是发言人吗？这个网军是他发言人吗？因为什么？我跟你讲差异在哪里啊？第一个，到时候发言人代表连胜文讲话，连胜文是不能推的。但是呢，摄影师啊讲话哈，柯文哲是在推的哦。柯文哲跟姚玉明他讲说啊，那个不干我们的事啊，哦、对不对？所以推了一干二净吗？所以责任差异就在这里。所以不叫发言人回答才叫不负责任，叫摄影师回答才叫不负责任。那委员，你刚刚请如果日报去查证，就是说在写新闻之前要去问一下。不是、啊、你不要因为你是大众媒体，你不是小众媒体。大众媒体，说半开玩笑，李世英钱这么多，在我们内湖炒土地赚了一大笔钱，最近才卖了一块地给某建设公司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我是讲个例子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有钱，他有钱。这么多的媒体朋友，他就应该有责任去查证嘛，对不对？不像我们是个人单打独斗在经营脸书网吧。哎，不够我花哎，我选民服务都花不完。可是我们每一个记者都不是公众人物。基本上媒体，哎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。媒体本身也是公众人物，记者也是公众人物，记者也是，因为你们都会在上面写我是某某某某记者啊。某某记者报道，好，是，对，我当然是，哎，对啊，也是，因为很多记者都很有名啊，很多记者都很有名。到时候你要跟证你的人，是，你可以写，但是我们江书伟没有二把的跟连胜文说，是你连胜文在选举还是发言人在选举？我们可以调。是跟发言人讲没有错了，是用。